下，应该我蒙下落来。水哦，哎呦，提灯哦，好像像这金花同款的。啊，所以哦，今麦在客厅顶替你们表达这敬意。三宝，你这样确实袂歹。嘿，是当然啊，我又会心痛呢。麦克，你赶紧看麦啊，阿姨写什么日句的话？哇，我刚才想，我来讲，好紧张的，我不敢听我。对呢，啊，万一那张崇辉去写什么唔知影好歹的物件，阿文姐啊，心情又搁不美丽，免做。伟哥，你们搁头前啊，等下发觉会憋空呢，到时我计划又破坏伊啊。哪有可能啊？我拢穿甲亲像一只细毛虫同款啦，哪有可能会去发现啊？哎，你穿吊件嘛，穿较好个，你转呢，我拢看袂清楚啦。哎，那个查某囡仔，我哪像伫倒有看过咧？是啥物人啊？叫！哎，查某囡仔动来！他说是什么查某囡仔啦？哎，对，但是伊爱哭爱对路啊，当中要去弄球，伊嘛对去弄球啊，当中要来放电灯，伊嘛再来放电灯，伊查某囡仔啦。小姐，我看真好啊。来，我先替你用。小姐，你遐管呢？我来点火。慢慢回温转来，感受有你好。放手。用尽心换一个安排，固定来有阮两人世界。希望我的愿望都会当实现。好啊，华丽。好啊。小俊，搞到了。好。世界西餐厅台湾第一名。你连台湾嘛，这样客气哦。应该啥？世界西餐厅，世界第一名。我是惊我若伤过贪心，天公伯。根本不被插话了，还是到倒来，脚踏实地，先成为台湾第一，然后才是全世界。嗯，好啊，等下你为台湾第一变成世界第一名，我就搁飞来放天顶，过来台湾。我啥？你来伫遮？你是不是偷偷跟踪因来的？因是啥？因就是因。小林，哪只拄好？啊，对啊。哪会这么好啊？高大伟先生，你请落去哦。嘿，这对位。在这啦。姐，我等要去找你呢。
啊，想袂到我办这安尼，你嘛会当认做啊？就算讲你发心扉，我嘛认得出来。你来伫遮，想怎请假呢？就昨我听德比讲，你要来平溪考察，我就想讲，我带三宝嘛来遮找一下做生意的灵感嘛。啊，想袂到我人一到遮，我头壳顶的电话机啊，用完呢，关起来。我感觉遮哦，做下生意的，丛林野战游戏，，嘿嘿。那呢，你感情够真亲的无？转去先写一万字的计划书给我，再去讲。啊，你是人来哦？啊，我。彩玲，哎，我教你安怎放天顶无？哈，不是这边。唔免啦，两位经理啊，办公室要紧啊。啊，放天顶这种小可代志，交在下我来处理得啦。你是当时变刚这热心吗？你哪里来？恰好，东瑶公的今日来这考察啦。哦，我就带彩玲去看下子阮住的所在啊。请你如何？也是讲歹势呢，拄则摸了裤仔机啊，讲志明啊胖无去啊，我到三江找。你讲志明无去啊？我对你去，我会当倒找。好啊，啊，歹势，无影上来，啊你无你卡细哩啊。Yes。啊，对啦，姐，我听讲这附近有一个足水的瀑布。应该要加加加。高少伟，你倒是跟我讲，你今日要做什么工程啊？姐啊，你咧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